我们今天要在横店寻找一个最会做手工的美男子。在哪里？你觉得你面前的这些选完了？工具，对啊，是你啊！先选做手工的人就是你。就是手工人。然后呢？你看看你面前都有一些什么样的贴纸？贴纸。对。多啊。是吗？太智慧了。太智慧了。这是什么？龙舟旁边的树。那这个铃铛呢？就是说开始。自己喊开始。怎么选上我这么会做手工的人？我可不相信你们这个。哎，之前抽的那个什么什么给我跳舞什么那事儿，去哪儿啊？什么时候给我跳舞？马上有安排。不是给你跳过吗？什么时候？你忘了吗？就这个人什么时候？你们刚才开放团队，就特别想打各种的什么猪蹄扣啊。你选我，你们真的不会。你们做这个旁边不都应该有一个完成的图在旁边放着，你们做过这个吗？没有吧？做过。那做一个我看看。没拍下来是吧？没有证据那就证明你们其实也没做过。这个重要吗？重要。重要在哪？可以共同分享一下大家的设计。你做完以后我们可以 PK 一下。把你们的先摆在。我都看你抄啊。我怎么会抄呢？虽然叫国抄，但我不会抄。我们是看你抄过我们，不是抄。抄过你们了，嗨，误会了。如果你有一个龙舟，你希望里面都有谁？希望里面都有谁？能做给谁？就拉着团队去想去的地方。怎么粘这个？这个可以录半个小时。不行，我们不要龙舟和龙尾，行吧？还是切切。你们是不是也没成功过？所以说了这句话，是不是？你们是不是从那个包螃蟹的绳子拿出来的绳？那你闻闻上面有螃蟹味。然后我一闻，这就是一个表情包。这个时候看的真紧，你看。是不是要到点了？没有啊。不必担心。时间过这么慢。做你这个铃铛放这儿的意思是什么呀？好了。让我们先看看这个让我觉得这个最长度的师傅工艺。匆忙的做了一份这个让我觉得礼物，希望大家也能喜欢，希望大家也能看。一个接一个的节日，都希望大家能够身体健康，然后平安幸福。